感谢和平朱琦、陈立宏发下测评。各位掌声，我们的朋友掌声，我们掌声，我们陈立宏。各位南口的乡亲士大，大家安安大家好。今天你同我来开场是安怎？因为他对于燕介绍讲，我吼请补充各三条，哦各三条，啊一条已经是一审驳回，驳回是啥？驳回是讲袂当搞我告，到但是伊阁要上诉，但是到尾啊因为宋楚瑜啊，伊要甲宋楚瑜和解，所以两个也和解，但是我10月12号又有另外一庭啦吼。讲到金补充这个人吼，大家最近拢知影，各位。是安那，我对金普通这个人，我已经感觉讲吼，台湾有这款人，其实是台湾的悲哀，你敢知无？是安怎？伫学校读政治，走入社会，走政治新闻。讲实在的啦，走政治新闻的时候，我有感觉讲夭寿哦，啊是安那，甲我读的拢无同。各位，马英九甲金普通拢对美国读册转来，但是诚如。蒋友柏，蒋友柏刚才是虾米人？蒋友柏是蒋家第四代，蒋孝勇的后生。蒋孝勇后生三当前捌写伊伫部落格写文章批评马英九，伊讲啥？讲这人伫美国读册，但是没有把美国的进步思想带回台湾，你讲对不对？各位，台湾到21世纪啊，21世纪，即卖是21世纪，你讲对不？但是马英九跟金普通，他却把台湾拉回到好像15世纪、16世纪那款太监政治，你讲对不对？台湾敢会再允许这种太监政治继续下去？当然不行，你讲对不对？各位啊，一个人无身份，伊也毋是党籍，也毋是公职，但是伊会当伫美国吼，拿出来做总统的。讲两岸军购、外交、国防，啥货拢有当动静。结果即摆咱甲批评讲你僭越，你失去你应该有的份子。伊讲我要甲你告，过来啊！哦，伊讲我要甲恁告啊！但是各位啊，是安那今仔日我要安那气不不？真简单，民主上重要是啥？是制度，你讲对不对？是法治、法治啦。这个法不只是法律。一个是制度，真重要的制度是安怎？这个制度就是爱权责相符，你讲对不对啊？什么一个权责相符？就是我有权利，我有这个权利，我做这个官位，我手领有权，但是我要不要负责任啊？要负责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做官，爱去立法院，去给遐立法院，去给修理，将来何伯文就要扮演这种角色，你讲对不对？有权就要有责，各位啊！最近日本有一个经济产业大臣，你敢知影这几天做高工啊？是安怎？啊，讲唔对话啦，讲唔对话，改落台做高工尔，伊也个个坐烧啦。啊，是安怎？日本人要叫伊落台，因为你也了解，要做大臣，要做政务官，伊的责任重大，所以袂当乌白讲话。但是今仔日。咱看到马英九温尊一个金普聪，可以在美国大放厥词，可以在那边攻击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。哎，连曾永权这个国会副议长哦，立法院副议长，在金普聪前面，真正是破红光暗光，那要做官何须做个腰杆这么软，红做个看袂起，你讲对不对？各位啊，台湾。到21世纪啊，已经不允许像金普聪这样子可以躲在总统背后，啊，你底下你指使党、指使政，他可以建议部长，他甚至连吴敦义能够当上马英九的副总统搭档，也都是金普聪先点头啦。各位，这款私人政治，这款会当不用负责任，有权无责。死过去啊，过去你只能在中国一款封建王朝看到，现在你只能在中国一款没有民主的国家，你看得到是安怎讲？邓小平伊敢有公职？无呢？伊敢有公职？无呢？伊的名叫什么名？叫中国最高领导人啊！
伊波他既没有公职，也没有党职，但是他可以领导中国。各位，那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这款位置。同样的，利比亚最近落台，那个格达费，一到攻击，嘛无呢？一到攻击，嘛无呢？伊是国家最高领导委员会委员长，安尼尔。但是这个委员会没有在任何政府的组织上看得到。但是各位，台湾敢是利比亚？唔是对不？台湾敢是中国？唔是。所以咱跟咱，我们可以允许像金普聪、像马英九这样子有权利而不用负责任的这样子的一个马金结构吗？不行对不？各位啊，今天的时间咱要选刘毅，咱来讲刘泽。真简单，因为这场选举不只是总统大选，这场选举大家也了解，立委选举也真正重要。过去民进党八党执政，立法委员无过半，夭寿害了了去。但是各位啊，像马英九安尼，人民给他机会哦，他700多万票，四分之三的国会多数，但是三党执政过啊，各位啊，给你什么？你的口袋有很多钱吗？没有。恁的仔仔孙孙，恁的后生，恁的查某仔，毕业了有头路吗？无。咱的人民，咱的百姓，愈来愈散，你讲对不对？做到一个总统，你发现有四分之三，但是没有做任何一件好事情，你说对不对？各位啊，那这样的政党，你还要让他继续执政吗？不要。立法院还可以让他过半吗？不要。各位啊，这样我讲实，咱大家就知影讲，袂当让国民党继续执政，袂当让国民党立法委员过半。安尼，在林口区，立法委员要投谁啊？何伯文，对不？因为何伯文受管，我叫他被管。好、哦，但是各位啊，何伯文，你就是唯一的选择，是安怎？各位，我常常你讲，我走国民党，啊，阮全家伙啊，以前嘛拢是支持国民党的。大家嘛知影讲，我是阮百外省人。伫迄个组织，阮拢真知影。表面一套，私底下一套。你来看，上代表性的人物，正是这一次跟何伯文要同台竞争的吴育生啊。吼，拿道德，以前是拿大刀去共劈的，道德大刀。吼，安尼吴育生抓在手上。所向披靡，各位啊，林口乡亲曾经让他是全国第一高票当选立法委员啊，但是各位，他给你什么？我听到有说他给你维格，是不是？他三年只给你一个维格，各位啊，我阁讲给你听，道德是对别人的。那是国民党道德标准永远是对别人，从来不对自己，你说对不对？啊、最近哦，网络上开始有人在放小话，放什么小话？公哦，何伯文哦，原来是蔡英文的男朋友、哦。是安怎？因为何伯文跟蔡英文合照有一个爱心啊，所以有人讲啊，讲何伯文是蔡英文的男朋友啊。各位啊。何伯文的太太多漂亮，你敢知？知。何伯文的家庭多美满，你敢知？知。天天回去睡觉。他何止天天回去睡觉，每天没事情就回家了。对了。是不是？伊无需要半暝啊去开着 BMW X6去载妹妹到维格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无别项物件会当讲红听啦，国民党。马英九无政绩讲给你听，做不好，所以他只能靠着金普聪到美国去打赛，去乱乱到尾啊，只能让人家感受到说金普聪原来真的就是 AIT 处长司徒文所说的那个小混混，你讲对不对？一个执政党做三当官，无法度跟你讲我替你做偌济代志，他只能去乱，伊当然能去讲乱，丢不丢脸啊？所以你来看，现在国民党偌济人，哪军偌济人都要出来算，是不是？因为看不下去，讲对不对？各位啊，最近我常常去年代，是安怎去年代？哎，最近是安怎收视率袂歹？真简单呢，大家拢认为讲年代比较难，对不？
但是连蓝色的电视台都受不了了，对不对？是各位啊，看到马英九的虚伪，看到金普通的虚伪，看到吴育生的虚伪，还看到他们手法的恶劣，信不信？这款传闻够有通安尼乌白讲讲，我讲给你听啦。以前人叫我八卦红，是安怎？很多八卦我都知道了，好、哦，很多八卦很多我都知道了。但是我给大家报警，哦，我给大家报警，何伯文一件八卦都做不出来的，你懂不懂？这个人绝对值得你信赖。这个人即便他当选，他也不会半夜载着妹妹去维格，你懂不懂？我给大家报警，他不会做表面一套，肚脐以上一套，肚脐以下另外一套的这样子的中国国民党的这种假哲学，你懂不懂？所以各位啊，这场选举是台湾民主是不是能够继续下去的选举？这场选举，我们不能让台湾倒退回到十五、十六世纪那款嚯、哦、太监拿着尚方宝剑安尼处理剑令及剑阵，安尼大家文武百官快点拢爱下跪，这款太监政治我们不要了，你讲对不对？所以你想看卖呢？如果2012年还让马英九连任，开玩笑，金普聪是这清甲袂调去啊，清甲袂调去啊，无人会当甲记者。各位，这款政治我们不允许，因为他绝对是台湾民主的障碍，你讲对不对？而吴育生的虚伪，肚脐以上一套，肚脐以下一套，也绝对不是我们该鼓励的政治文化，你讲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支持一个清新，支持一个老实，支持一个正直的何伯文，好不好？中共改善，支持一个善良、温和、理性、务实的蔡英文，你讲好不好？让台湾人，我们重新扬眉吐气，不必要看着中国人，安呢？什么经济也要靠中国，教育也要靠中国，什么都要靠中国。咱敢真正需要讲跪地去拼，安呢去给中国人，敢恁看袂起？无需要。讲给你听，台湾共识就是，只要我们台湾人这次选蔡英文，中国也不得不跟你民进党来沟通，建立新模式，你讲对不对？但不需要国民党的投降模式，你讲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底下我们这一次选举，你有三张票，你敢知？总统一票嘛，哈，总统去丢是正副总统一票，好，立法委员区域一票，是不是？另外，搁有一个政党票，哦，你按哪倒？总统要投什么人？蔡英文、殷家沛，立法委员要投谁？当然就是何伯文。政党票你要投什么党？民主进步党。你再给台拜托，谢谢。感谢我们陈立宏挂报警，今仔是无甲立宏来报警。大话帮每一个朋友，要按现场每一个好朋友，天地为誓哦，咱拢知影，认真专业，骨力拍拼，何伯文对不对？